进去吧。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荒废的屋子？是我下令让这里的村民迁走的。早年啊，子弟征兵，南丁大多战死，只留下了十几户老弱妇孺。小玉几年前把他们迁走，安置在了西州城。哎呦，谢谢啊。我说那个后生，先把头发擦干啊！你一直擦脸做什么？头发失仪可要生病的啊！找了个好地方啊，还有火呢。过来坐。你认识？小娘子生得真好啊。你若喜欢一起带走，此处距西州不远，就不要多生事端了。我可是害怕那位小南陈王。坐着歇会儿。要走吗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，先等一等。iQIYI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